Hello, hello, 哇！台中啦，我见以 Jap 世家球会嚟讲啊，唉，停咗个礼拜啦，一个礼拜啦，人就喺度嘅，不过就搵咗个周公，系嘛，唉，太攰啦，翻嚟瞓死咗，瞓死咗。好啦，咁啊，今集精彩咯，因为喺台中日本翻嚟咧，原来发现咧，原来日本都有，原来呢只 game 系本土派噶，有古惑，有古惑噶，原来咧。喺香港接收到嘅嘢同喺日本接收到嘅嘢系唔同㗎喎，係咪啊？唉，嗱，咁我呢啲就唔係我讲嘅，应该就留返俾台长慢慢讲啦。当然啦，当然啦。咁就例牌动作先啦，咁有啲咩更新我哋可以 update 下啲观众咁呢？咁啱啱即係上个礼拜我返嚟啦，返嚟嗰时就啱上呢个 1.1.1 啦，31啦，咁过咗呢个沙维斯略啦，沙维斯略四年觉醒。四年角啊！唉，咁跟住而家就踢到大家妈妈声嘅呢个成章二啦。我见到好少个群组呢系统一个方向嘅，就话踢到系火滚，踢到有人踢咗，唔知有人话咩话，有人踢咗40场定系连续廿场都唔跌，廿场都唔跌啦，系啊，唉，阴公啊真系。咁廿场都唔跌呢点咧，就其实一开始已经嘈噶啦，因为我自己我呢样嘢反映过俾官方嘅，嗯。咁佢就即係好冠冕堂皇咁，好官方嘅回应同我讲，咁呢家嘢呢唔係 random 嘅。啱，机率都係 random 嘅。咁敌人都係 random 嘅，咁你撞到我冇你符啦，嗰隻。哇，呢个都唔呢、這个都唔算神啊。BFB 嗰边嗰个众神啊，回复神回复即係咩，机率嘅设定呢係一定会抽到㗎。系啊，所以你慢慢抽啊，系几时抽到啫嘛？哇，嗰封信真系，哇，我 O 咗嘴。机率嘅设定咧，佢系有机会抽到嘅，所以机率嘅设定系冇问题嘅。冇问题。咁你 0.1% 都系有机会抽到噶嘛？顶佢肺！你个 0.1 系每次 0.1 啊嘛。系啦，唉，真系唔系同你讲，你唔系同你讲，一抽1000次就会中一次啊嘛。系啊，唉，算啦，唔好讲呢啲无鬼气呢啲。好啦，咁啊，慢慢再讲更新先啦。嗱，咁更新方面有啲咩资讯可以提俾大家？其实就冇乜嘅，因为嗱 ,1.1 就开 ,1.1.1 呢就多咗个新东东，就系呢、这个专门 position 嘅抽弹啦，咁而家就行緊呢个后卫啦、抽后卫啦。所以即有巴打就话呢、这个开始出现呢个绝版人啊。咩意思啊，冇咗旧屋，搵唔到旧屋。咦、四星。即有人绝咗版。有啲人系抽唔到喺个 DF 度、但系我觉得又未必话真系要绝版嘅，可能真系抽唔中啫。唔系，咁你有机会有机率抽到啊嘛，咁即系有机率抽唔到咯。咪咯，哇，好官方啊！你可以，跟住咧，咁个台长你有冇好似上次咁，有冇剪咗片定系咩啊？定系会10年抽啊？而家系啊？有巴打喺群组话想10年抽，但系嗱，我啊有波有成嘅，但系我冇位。O K， 唔紧要，我之后再决定。我仲压紧啲位喺城中二度，我而家明白晒，明白晒。我见台长打到好辛苦，台长，因为我台长张台同我张台对住啊嘛，人咧，即系我啲咬咬啊、粗口啊、问候人娘亲嗰啲，全部听到晒噶嘛。冇错，咪系无啦啦就会响噶啦，冇搞错啊，咁唔做，即系大家又做紧嘢，冇搞错啊，嗰啲就会发现我打紧机咯。OK， 咁就咁佢哋讲啊 ，DM 啦，跟住咧，咁啊，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即系只不过真系，因为始终系银波金波咧，今次佢跌嗰啲嘢，阿成章系银波嘛，唔系金波嘛，四星人啊嘛，咁佢个专属嘅觉醒教练系三星人啊嘛，银波嘛，即系大家玩开，其实即系去到1.1 开始都知噶啦，个银波金波啲 drop 率系低到离晒谱嘅，其实。唔系，咁我哋都见到有啲炫耀文嘅，系喺我哋群组度系真系有人，仲有人话俾你听，哦呢头如果抽到五只咯，咁我收工咯，可以收工咯，嗰啲咧啊，有人抽齐八只啦，咁样呢个多谢佢啦，啊呢个五星又突晒啦，突爆啦，多谢佢话俾我哋听，多谢话俾佢听啦 ，OK， 即系要葡萄，大家叫做葡萄啦，做下葡萄啦，诶葡萄张相有冇啊？冇，喺孤游，喺孤游，孤游，孤游，诶。咁啦，翻嚟啦，咁头先就提过话咩呢个本土主义嗰样嘢。系啦，嗱，我真系开头咧，我听到咧，因为今日啱啱我哋上昼做嘢，同阿台长去饮酒嘛，跟住台长 show 俾我睇，咦，点解会咁样嘅？咁样，于是就台长就慢慢解释晒俾我。嗱，好简单，即系大家开 game 其实会有个疑问嘅，
点解标题画面嗰个 version 一点几嗰度会咁高呢位度。唔係咁样嘅咩开头。一号多嘅一号多。一号都觉得系应该佢系咪做高咗或者。version 个位系咁高你会觉得咦点系咁下面有空位喎。嗯。有咩系咪有用嘅呢我真系留意唔到啊头先认真真心。大家嗱大家揿返隻鏡望唔望。系认真但或者我俾张相大家睇就知发生咩事嘅。好啊有得啫。呢张。嗯，咁咧就系我上两个礼拜喺日本嗰时就 cap 翻嚟嘅，系我 cap 咗几张相，因为发现就喺日本嗰阵时，原来有啲咁古怪嘅嘢，一有卖广告，嗯，呢个啦，卖紧广告啦，卖紧世界自己，另外啲 game 啦，咁你有个大卡槍喺度揿走嘅嘢嚟噶，咁即系点解个 version 个位会摆到咁高咧？就预咗广告位，嗯，就咁嘅啫。但香港而家见唔到噶嘛？香港系一路都见唔到嘅，冇错。Even 度你玩其他有啲 game 可能要 VPN、或者成你要返场，系扮日本 IP 都好，都唔会见到呢嚿嘢嘅。其实系咩？我试过噶啦。哦，即系 VPN 系本即系 VPN 都系 show 唔到呢嚿嘢嘅，都唔会见到佢嘅。但你个人喺日本嘅时候咧，就见到。系啦。咁即係一啲嘅保护、即係嗰啲咩叫做保护本土机制啦类似啦你当俾我咁諗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呢你可以直接 click 呢个广告去單佢嘅世家另外啲 game 啦。係啦。咁、另外一样嘢呢其实仲爆嘅即係大家有机会飞日本呢就唔该諗办法拎到上网。啲频道你唔想打呢个联赛都好你宁愿蚀嗰几日联赛都好你都要拎上去。咁发生咩事呢就係、是其实会有金菠萝即是那个你即是你在日本开你这只 game 的时候呢是会入到的活动是香港入不到的。是。哇。嗱你大家看到了。大家看到了这个是之前那次的五倍 up 啦。嗯。五倍 up, 嗱你看到他那个位即是中间卡扎嗰个字隔篱咪有个咦零零四四见你香港乜见唔到㗎嘛你香港打嗰一格仔。嗰格仔系咩嚟嘅呢就係揿入去呢佢同你讲有啲世界 game 可以 download 嘅。係。咁我揿咗入去呢就会见到呢个画面。嗯。就同我有五隻 game 可以 download。咁呢五隻 game download 唔紧要你 download 完开咗 game 呢每隻 game 送一个金波俾你。咁即係所以而家有五隻 game 就有五个金波啦。係啦。最紧要嘅系，就算你之前玩紧呢只 game 都好，你都可以攞到钱。哦，你可以就你即系点讲啊？譬如我玩紧 Puyo 嘅，嗯，其实我有玩嘅之前，即系我 delete 咗啦。咁我 delete 完，我再 download 一次都好。我喺呢个画面去揿入去个 link download 一次咧，佢都会 count 我，俾翻个波嘅。总之就系入咗去 active 咗呢个 page 嘅嘢，咁就有得攞啦。啊好跟佢有讲点做嘅首先就係入咗呢个 page 啦跟住你揿呢个 link 去返 App Store, download 完呢你要做一样嘢嘅啫就係、是、开咗嗰隻 game, 係10秒最少10秒 ,ok, 其实咩都唔使做㗎因为点开咗佢啫淨係係点解呢因为其实你玩开呢隻 game 都知道佢头10秒你都咩都做唔到其实。系啊，你都系揿嘅啫，拖都未入啊！冇错，唔系就系揿 start 咯，系啊，即系揿 start， 揿 start 睇古仔嘅啫嘛，连拖都未入噶嘛。冇错，冇错。跟住只要嗰十秒过咗之后咧，其实佢喺个过程你会发现其实有啲转折系捞翻某啲 link 嘅。OK， 即系好似我哋攞奖品，即系之前阿鬼迷嗰啲攞奖品咧，佢有个 link 弹嚟弹去啦咁啊。咁啊，弹完晒做晒啲程序咧，就会俾金波嚟噶。明白，即系总之都系等啦。系，咁咧呢个就我嗰当日将我所有 quota 督晒以后，我咪攞晒金波就。所以台长今次去日本系顺手拈咗五个金波翻嚟噶。耶 ！OK， 我哋恭喜台长啦。喂，但呢个设定咧，你系咪试过 VPN 系唔可行嘅？直头连个 link 都见唔到啊！唔好话揿入去啦。即系总之嗱，我哋喺香港玩呢只 game， 同我讲过一样。系啦，喺香港玩只 game。就算你用到 VPN， 模拟日本嘅一个 IP， 你攞到你真系扮到日本 IP 都好，佢都系 check 到你系得嘅，系。但系你身处喺日本嘅时候，可能用翻佢哋嗰边嗰个 networking 或者系 WiFi 等等，佢就读到啦。系啦，傻得你。所以嗱，如果大家有去日本嘅机会咧，咁啊，即系点都好拿住个 network。
点都有数嘅。明白晒。咁即系其实香港可能有好多活动都 miss 咗㗎喎，会唔会啊？唔奇㗎其实。嗱，即系你如果 official 嘅杯赛嗰啲就一定系全世界打到㗎啦。系啊。咁但系可能系因为呢啲 linking 嘅动作呢要用返日本 IP 呢，基本上你系睇都睇唔到啦，香港完全。你连个 link 都见唔到，你都做唔到嘢啦。你即系门都没有啦，完全。即系同我之前玩开其他摩巴机啊嗰啲咁样，佢好多时系你话你佢会有个点讲叫送 pon 嘅东东噶嘛，你开咗某只 game 佢做送 pon 俾你噶嘛，嗰啲、啊、全部都系要你要望到佢先做到嘢噶嘛。咁调翻转啦，咁 Android 机如果可以将个 screen 落去个电脑 desktop 度，跟住 copy 翻嗰条 link 出嚟，直接入嗰条 link 咁得唔得咧？又呢层唔知。系，真系要试喎、啊。嗱、，iOS 就冇办法啦，但 Android 应该可以、啊，因为其实拎嚟都系网址啫嘛。系啊，都系个网址啊。得唔得咧？咁样网址会唔会 check 你 IP？ 我唔知啦。台长咪唔知啦，但系 so far 总之台长就无啦啦多咗五个金波啦。系啦，咁我恭喜台长啦。恭喜台长。好，翻嚟。好，翻嚟啦。好啦，咁就嚟咯、啊。好啦，啱啱储满呢 TP， 咁啊，咁就可以踢下波仔啦。踢下波仔啦。咁我呢边咧就同群组大家吹下水啦。好，咁啊，晏昼有见铺，我都知，我终于搞掂咗啲教练啦，咁啊可以真系煲你金波啦。系嘛？咁啊，十五 point 我而家有59，我应该煲到三场先嘅，起码都睇先啦。因为真系好，因为真系个跌率都好好高啊，好高啊，大家都秒晒老母啦，系咪先？好，咁台长系咪直接嚟啦？我换翻队波先，好啦，慢慢嚟啦。喂，咁啊，群组啦，今日啊有咁咪琴日啦，又再爆出呢个龙门北啦。因为其实咧，我之前听台长天外飞仙就不时都见噶啦，不过跌到一点一得咗嘅咩？冇提过，完全冇提过噶。其实冇提过。龙门天外飞仙啦，啲大家知道，如果其实睇翻你就知道我讲咩啦。群组里边都有讲嘅，就个龙门咧就带波去中场射翻入自己笼物。嗱，呢个首先系出现过好多次噶啦。系、哎，我都中过啦。系啊，咁但系问题仲未 fix 咩？因为嗱，我自己回咧就可能是运高，从来都未试过嘅。你啦，嗱，你话解围入笼嗰啲就大家都系。之前大家都系一定知㗎嘛。啊、咁因为解围入笼大家都明白㗎啦。解围入笼就近排见少咗啦，虽则都仲有。系啦。未到以前咁就即系你解十脚有八脚入到笼。系啦嗱。但因为天外飞仙呢招呢就真系真系时运高啦。真系要时运高啦。我真系完全冇遇过啦。但我见到群组都唔系第一次会无啦啦 cap 咗个笼喺个中场圈度开波㗎嘛。系啊。跟住又会掉啊个笼轮转飞嚟飞去咁样㗎嘛。台长你有冇遇过啊？我遇过。但系而家阿 Min 即系而家你喺日本翻嚟或者佢呢两次更新完之后都有遇过咩？冇，我上次铺已经系 1.1 之前嘅事啦，系嘛？啊，只不过我估唔到 1.11 都仲有人中招啫，哦，即系未改啦，未搞掂，未搞掂啦，件事搞掂啦，完全。即系点解咧？我中招嗰次咧，我就真系 send 咗信去嘅，我系有 send 信去同佢讲，系即系报告，报告翻呢件事，报告咗嘅，系嘛？即系之前大。啲班打门遇到有冇报告我唔知啦，就系我自己嗰次我一定有报告咗嘅。OK， 咁啊回复翻嚟就话要调查中啦，咁我调查到调到天荒地老到而家都未有复嘅啦。OK， 明白。好啦，咁啊开波啦，踢波，又踢波又吹水啦。好，系啦，踢波啦。嗱，咁就嗱跌翻有关今次金波嘅事啦。台长，你而家现场挑战金波啦，啫系咪先？你争几多个啊？我争三，我如果全部要突晒就争三个。咁冇问题嘅，我觉得，因为呢一定系唔得㗎喇，我相信。嗱因为点解呢唔系呀，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压胜金波嗰样嘢呢，有巴打话 Alex 啊，佢话今日咋嘛，佢话打咗三次九场压胜七次，出三十几个都冇一个金波。係呀係呀，喂，咁同埋呢个 trick 呢好似系 loop 㗎，呢几日系咁 loop 㗎。嗰个压胜金波个问题喺度 loop 緊㗎嘛。嗱点解呢，就尋日有巴打中咗，就话佢试过系好短时间压胜就跌金波啦。係呀，咁大部分嘅人都唔系嘛，问题。但好多人都唔中嘛，因为好简单，即系玩开隻 game 都知，喂， A 君中嘅情况， B 君会唔中，或者全世界都唔中，得你中嘅啫嘛，系咪先？系啊，好 unique 嘅，好个人嘅啲嘢，所以变咗系你只能够望天打卦嘅，讲系咪先？好啦，开波，嗱嘛，喂，阿袁，而家你用到而家，你感觉上有冇之前话？因为之前我哋觉得佢快快地噶嘛，咁而家用到而家，你觉得如何啊？袁 ，OK 噶，其实 OK 噶，袁哥 OK， 哦，好噃。喂，其实唔难踢㗎喎。嗱，最紧要我呢隻沙维思域系 level 1嘅啫。
唔系个问题，我即系嗱，老实真系，我觉得唔系难踢嘅，只不过佢唔出波啫嘛。赢系真嚟真嘅，呢场同final 比，因为 final 始终三连战咧、嗯，你唔敢包最后一场会赢啊嘛。系啊，但系佢攞金波呢场只系得一场咧，你赢系唔难嘅、嗯，赢系唔难噶，不过你出你唔跌咁解啫嘛，系唔跌俾你啫嘛，四个都系白波，你出佢唔涨，系咪先？讲真你。即系今朝我特登留翻呢波唔踢啫，我之前我寻晚同今朝临瞓醒嗰下，我踢都系同你讲，我系得啲白波，系嘛？输唔输到？输到哦，搞掂啦！白波，都系白波啊 ，OK 啊，唔系咁你冇讲错啊嘛？唔系因为真嘅嗱，我自己个 case 系咧，我试过一次系未压胜就跌金波啫、嗯，就系、是、第一次，系嘛？铺咗出嚟嗰次，系嘛？我系第三球就已经跌金波，跟住第四球都金波，跌咗两个，系跟住咧就之后就冇啦。跟住就唔系之后就系咁白波。O K， 明白。白波白到傻。冇，即系唔好话 cool 唔 cool 啦。又系嗰啲，又嗰啲咩读心术啊？读心术好，咩都好，或者嗱，你同我即系做个 game 行，你都知有啲、嗯、即系呢啲派 item 嘅嘢，通常都有个 list 噶嘛、嗯。其实，嗯，个 list 本身有个乱数去 run 噶嘛、嗯。你 run 正咪中，搵唔正咪唔中咯。run 嚟 run 去都唔中嘅，都冇个符，系咪先？搞唔中就嗰样中就中啦，都系嗰句啦。要中就中，唔中就唔中啦。同呢、這个好吧，同呢、這个。同呢个六合彩一样，啱啊！你中就中，唔中唔中噶啦，你买一条中就中，买一条唔中。阿胜啦，啊，半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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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应该话波啦。都三流教练都其实大家都可相信呢期都好满噶啦。诶，直头唔要啦，唔要多到唔要。而家，我而家个 case 直头，我嗱呢间我就三流咧，嗯，养唔到我用紧只成章二噶啦。嗯，我攞嚟养啲我攞突咗嘅成章二，好过。唔系你食上去咪其实一样嘅啫，我觉得。系当然啦。你食上，因为你都系咁计啫嘛。都系咁计啊嘛。系啦。嗱，第一场已经出唔到波啦。已经冇啦。系、啊，而家好劲，群组而家出到金波号外嚟噶咯。我直头要开香槟啦。开香槟喎，真系。好嗱，我试咗呢个 speed 队唔 work。但系咪真系会关事嘅咩？一时时嘅呢个好唔稳，即系嗱之前我铺过有班人问我系咪话换咗系所谓蚀熟性，即系输熟性嗰啲情况会易跌金波咧？其实就唔一定，只不过搏一搏嘅啫。我通常都系搏一搏嘅。我就真系保留啊呢个方法，因为其实佢系纯粹即系以 program 嚟讲，佢都系计赢同跌输个几率嘅啫嘛。一来赢嘅输几率啦，边有咁精密啊？二来嘛，好简单嘅。好简单一个谂法就系、是，我譬如嗱，三个属性啫嘛，嗯，呢队对手系 power 嚟嘅，系，我攞个 power 踢，我未必下下都压胜到，嗯，因为好多时就二比一啊，三比一啊咁嘅情况嘅，变咗冇压胜嘅时候，个跌金波咧自然唔存在啦，大佬你压胜唔到就，反过来我踢好或者 speed 好，佢都仲会俾机会压胜，会搏呢啲咯。OK， 明白咁嘅啫嘛。咁佢继续试下咯。系啦，既然都去到绝境啦，就所有方法都系方程一试嘅，系咪先？总之出就得噶啦，唔好理佢，唔好谂住冇错，总之要出就得噶啦。跌波就呢个王道，跌就咩都唔好讲，系咪先？不过去到而家呢开台呢个 moment， 我相信大家都好多成章二都去到五星，甚至系已经爆晒噶啦。呢有呢班啦。食到爆咗啦！食齐咗唔出声啫，唔知我哋有嘈啫。都有人噶，都有人出声噶，都有人觉醒噶，都见到都几靓仔啊！觉醒咗啲数值都唔差噶。相对比较弱嘅，不过以 tag 嚟计系嘛，以 tag 人嚟嘅佢比较弱嘅，不过冇计啦。咁最阿成中意真人都唔系特别叻啫嘛，其实。所以真系踢我脚噶。日本人喺日本做出个 game 系会踢世界杯啊嘛，好噃入得靓。好啊，嗱，而家食之类啦，而家食佢属性睇下有冇机会出啦。系啦，唔紧要，研究下先咯。好，继续冷静。再唔系，诶，台长系咪有个 chat room 度有人问啊？问嘢啊？俾我睇睇。Hello， 哦 ，Hello， 喂 ，Sorry，Hello， 大家打招呼。喂，有冇声啊？边有问题？有问题咗，应该好似出声好耐噶啦。有问题应该嘈咗噶啦，即系冇事啦，而家吓。冇事啦，冇事，诶，爆到，赢咗啦，即刻。嗯。好啦，但系爆空手。讲真，爆房呢家嘢，我到而家都仲系，我未得闲去嘈呢点就系爆房。
破咗人防，跟住你就嗱失波。唔系咁，你中场兜埋佢，你唔系呢下我揿错啫，呢下我揿到咗啫。咁入落去唔好啦。呢下揿到啫，但系因为佢要顺佢顺波嗰时咧，你爆你破人防咧，就个波会照去。嗯，但系你唔顺嗰时咧，你一破防就会甩嘅。系嘛？系啊，成日都发生嘅呢啲情况。O、okay. K， 即系佢嗰个计算出嚟咧，你系真系冇佢负嘅。好啊，金波。我老实，好啊，唔紧要。唔系好少第二球咁波嘅，就算呢场踢 final 咧，我顶多试过一两次系第二球就银波，跟住同你讲系 SP 咯，系嘛？个银波唔系教练咯，系 SP 咯。银波教练。嗱，头先阿台长话即系讲到能力值嘅关系啦，咁我读张图嚟睇先啦。嗱，咁佢觉醒咗五星嘅话，其实281/200嚟讲咧。是真系唔系话太强嘅，有冇咁癫啊？你同我求呢个打飞机飞咗出去，大力得滞啊嘛！咁系嘅，如果280/200嚟讲，我真系唔系话太强，麻麻咯，唔算特别。系因为冇见唔到三字，其实真系弱啲。但系因为佢你都系嗰句啦，你系可以打出嚟食上去咧。佢其实个画面佢背后嘅原意就系预你就系、是。爆两次噶啦嘛，爆你用尽个加人突破噶嘛，用尽加人突破，即系你至少加到120系嘛，八四加八四啊嘛，四星五星八四，系咯，咁所以其实点都系好用噶啦，点会唔好用啊？我之前嗰只可以狂洗噶，扎小豆啊，都好劲啊，小豆啊，水木啊，系啦，仍然都系可水本嗰啲，又得话喺我噃，搞掂，好噃，好啦，嚟啦，金波。金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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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我请食，你请食饭，我走数。冇错。好啦，嗱，咁嗱，你真系两场啫，而家。点解我头先会咁老定话唔得咧？咁但系得，就系咁踢咗呢三四个月以来，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好多时，跌球员呢样嘢。嗯。因为嗱，譬如今场波系有四个噶嘛，嗯，四个球员嘛，三个系教练，红蓝绿三色齐噶嘛，嗯，跟住就系成张椅嘛，嗯。以往打唔落个 case， 有个经验就系、是、我成日嘈噶啦，就系、是、话出波就出人就输波，出波赢波就出唔出人，赢波就唔出人咁啊嘛。系啊，咁有时会遇到个 case 就系、是、你会佢突然间系嗰四个人咧系顺住出噶，有个次序地出噶，有个 pattern 啊，系啊，哦 okay、有个次序地出齐嗰三个，跟住你嗰场压胜咧，跟住第四个就出噶啦。咁而家咪打破咗个极限咯？呢、這个就啊，调翻转喺成张椅呢一场波咧，就成日见唔到呢个 case 系嘛？咁啊，值得试多次啊！你争几只啊？你争两只啊嘛？咁而家就争两只啦。啱啦 ，good。嗱，既然踢人攞波嘛，嚟多次啦，嚟多次睇睇咯，试多次啦，有冇？恭喜你啦！有冇借先？有冇借先？有个，有多只，有多只香川啊，借多次。好，继续啦，嚟多次技之云爆佢八倍，唔系咁你都好开心啊！有人踢三十几场都冇，嗱，两场又有啦，咁、都值得恭贺啊！恭唔恭贺再计啦，因为始终我玩唔耐，我会转喺呢啲溜楞位度啊嘛，你咪搏咯，因为真嘅玩咁耐，球会其实知嘅，你要重，你要完全地重演一件嘢咧。你要完全重演一个动作咧，其实有难度嘅嘢嘅。系嘛？唔紧要，咪试多次咯。咪试咯，所以咪试咯，不断地试，不断搵佢一啲可以走盏嘅位咯。好啊，呢个系世界球会嘅乐趣嚟噶嘛。啱嘅，转空转，我哋叫啊中文叫咩嘛？转有味道啊，转空子嘅，转空子我哋就开呢个外挂噶啦会。都 OK 啊，研究唔到啫，系咪先？啊，要搵佢一啲tricky 位。系啊，呢样嘢啊嘛，顿诶八好啦，顶顶到抽埋啦，抽埋就入啦，冇问题啦，入噶啦，入噶啦，一击好噃，冇话噶，有时候呢啲真系见到对方，然之后懒系有型咁同佢拍完一脚，然之后一抽就真系抽中条友，咁就冇咗噶啦个波。
咪有群组都话喺踢呢个金波嘅时候踢到猛，跟住走咗去抽金球，跟住中咗四星，中咗个八字头咯。系啊，中唔到粉红彩虹波，但系都中到个金波，咁都算就算系咁啊，安慰奖啊，安慰奖都唔错啊。更何况喂，更何况八字头好用啊，好用，用你。佢又可以压对方呢个调子啊，本身又有防守技。唔系，不过在商言商啊，系商啊，咁多啦。佢系好早期送嗰啲，好啦，帮你打下先。金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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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蓝红红哦，好啦，唔紧要。啊，两只蓝，两只红 ，OK。再嚟啦，继续打啦。哦。唔够 point 啊！唔够 point， 揸 point， 揸 point。咁我可以转去踢下联赛先啦。今日未踢，系啦。今日继续讲联赛喺度倾下偈啦。我哋因为咧，其实睇翻系好早期啊，系好早期抽嗰啲三四星人，或者佢送咗三星人咧，先至可以叫做真系冇乜作为嘅。其实去到后边嗰啲人咧，我觉得佢无论技能啊等等啊，成都几好用嘅，系唔错嘅。你话好似见到大家一开 game 好早期送嗰啲呢，或者好早期抽到活动再做嗰啲呢，基本上大家可能已经变咗唔知边隻嘅晚餐㗎啦。咁我话冇，我仲 keep 喺度。你仲 keep 喺度啊？我就真係有好多。喂，大家话鬼矛鬼矛唔好用，我就鬼矛用到而家。唔係讲鬼矛嗰啲呀，就係啲三四星嗰啲呢，普通嗰啲呢。係呀、三星如果上到即係开到觉醒上四星，我都尽可能 keep 喺度嘅，其实就我都系啊。但系调翻转两星三星，两星上三星嗰啲就算噶啦。嗯，即系上咗三星咪喂佢，即系做利咯。系咯，因为调翻转三星始终本身你人个唔好话能力值，你本身已经系个成个你技又好，你个人技好，你 key man 技好，嗰啲全部都相对比较弱噶嘛，其实。冇错。你总会有个比较强嘅四五星喺度，去代咗佢个位嘛，咁不如围咗佢冇嬲啦，系咪先？系啊，唔系如果唔即系江奇，我到而家用都觉得好好用。江奇好用。系啊，咁但系其实最好用系咩呢？因为嗰阵时小豆咧，打小豆佢可以帮江奇升技啊嘛。系同技啊嘛，系啊，咁所以就江奇就会变相更加好用咯。如果嗰阵时有使到，即系又系咁打，系咁打嘅就。好啦，既然冇 point 就转翻去踢呢个联赛，咁啊联赛未踢咧，咁而家十四位，系啦，踢一踢啦，好啦，一路踢一路吹水啦。咁呢个十四位咧，因为今次舆论真系比较强啊，啲对手强嘅对手啦，俾大家望一望啦，呢个今次嘅个排名榜系点啊？有受到几大嘅侮辱啊？系啦，而家嗱最顶仲系六胜啦，系啦，跟住五胜一和啦，系啦。我寻日系两胜一和就已经去到十几啦，影都冇埋。O K， 嗱，占我底嗰两个系寻日冇踢嘅。哦，即系我占你底系因为冇踢啊嘛。系，其实我系包紧平。O K， 明白。证明我系包緊。即系所以你系有踢嗰啲包紧底嘅。系有踢之中最差。有踢嘅包紧底，因为唯一一队，唔系即系计埋，净系计寻日嚟计，我系其中两队。冇三胜啊！哦，冇三胜嘅。O K， 唔系咁睇下究竟系几难踢咯。好啦，你宝宝而家 lose 你系 lead six 啊嘛，系嘛？系啊 ，lead six 啱上翻 lead six 咯。O K， 明白晒。咁仲要系006咧，即系啲好头嘅 lead 咧，都系啲恶嘢噶啦，成班。但系今日系星期二啫，第二日咯，系咯，第二日噶咋？系咯，啲情况系通常都系五六日先会出现噶。唔系即系因为 lead six 个一踢咗几个礼拜，其实发觉就系。佢个组别嘅 number 越细咧，其实越易集到啲劲人嘅，系嘛？睇到系，咁啊嚟啦，我哋美贤冇人拣啦，搵阿 Terry 哥啦，我睇你哥啦，耶！喂，开个投炮先啦，唉，当然啦，第一场就输，会唔会弱咗啲咧？哇，唔好话第一场输啦，寻日发，寻日真系滚噶个和波嗰场，系嘛？全场两边喺度发瘟，斗发瘟，斗发台湾，系啊，斗发台湾，然之后同嗰入边一手共，你搞错，都唔知佢喺边度啊？系咯，好啦，睇得就波。即系有时系嗱，真系踢联赛嘅，大家班打都成日遇啲情况，你极遇到强队咧，啲 D F 值劲过你咧，就踢得好轻松。系，跟住啲近磅或者细过你咧，唔知唔记得踢到想死。正常啦，成日都发生啊，成日都发生啊啲情况。
大家，我相信呢个大家对冇佢喺冇 chat room 度应你啫，大家听紧嘅时候都大家都明嘅，岌晒头系啊 ，I know your feel 咁嗰啲 ，I know your feel brother，I know that feel brother 嗰啲咧，怕晒膊头嘅嗰啲啊。Okay. 但系咧，暂时唔系见到有几大难度啊！呢一队啊，呢队还好啦，虽则第二位啊，因为我奇怪，我又系有呢啲 case 嘅，对啲上比较上位嘅队咧，我好少话输得好惨或者踢得好辛苦，好奇怪。好啦，俾人爆啦，冇问题噶，呢啲纯粹系数字上嘅分别嚟嘅啫，效果嚟嘅啫，效果嚟啫，嗱到你爆啦，咁有咩意思咧？一脚就翻嚟啦，啲嘢即刻赢咗啊！但系好可惜啊，咁有咩意思？跟住咪入波咯，睇下边入波，睇边入波啫嘛，系嘛？好啦，咁兜佢啦，嚟啦，喂，十二码，喂，外围远射，射落去，顶唔顶到？顶唔到啊！诶，兜到脚后边，后边仲有一个，诶，嗱真嘅，都 OK 喎，系近排又1.1 开始，我觉得更加明显嘅系就系呢啲两边斩入去嘅波咧，或者啲角球咧越嚟越人立，系嘛？通常就是、龙门出嚟扑咗啊，俾唔到你自己有啊，系点都唔到你头啊嗰啲。唔系，但系呢个系好似对上一次更新已经开始噶啦。近呢两次更新已经见噶。对上次开始冇咗以前咁。龙门系经常走出嚟扑波嘅，见到。系啊，唔系咁经常走出中场点啦，而家系咪？系啊，有咩合晒 ？OK。喂，黑哨嘅情况上次更新咗之后到而家都系50，最多55啫，系嘛？见到。嗱，那个黑哨依然都系嗰句，自己冇，对面有。哦 ，OK。咧，我最劲嗰次我攻门都。去到46松啲嘅咋，系嘛？咁人哋，但系对方系真系仲会见到51咯，50、51咯。O K 啦，系明明见到喂，摆明你攻埋嚟有咩用啫？你都唔入噶啦，跟住先吹鸡。系咁样噶，你废咗嘢，废咗嘢年代嚟噶嘛。好啦，跟住俾阿巴神入翻粒啦。系啊，揸住一球喺手唔惊。你咁蚀呢个得失球啊嘛，唉，咁系喎，去到咁多两球啦，去到咁嘅程度，得失球先系攞命噶嘛，大佬，快啲入多两球啦，快啲啦，我都想快啲，掉吧，掉啦，快啲掉上啦，我都想快，个攻势好明显，唔顺超啊，顺超，要死猜上去啦，唔紧要爆咗啦，好啦，同埋近真嘅，咁你点解近排你唔借伊巴嘅台长？哇，近排你唔借伊巴嘅？因为冇见唔到啊，见唔到有 friend 有，我 at 啲 friend 冇人有 E 巴，或者冇摆出 E 巴出嚟，咁我 friend 以外都好少见到有 E 巴嘅，变咗冇一只。OK， 啊系，讲开又讲，E 巴谦莫域咧，佢嗰个字咧变咗瑞典文，有冇睇过 post 啊台长？瑞典文系啊，即系佢嗰个英文名，佢咪 Eset 乜乜乜乜乜，跟住。Ibrahimovic 咁样嘅，咁佢之前系啊，佢直情咧，佢个姓咧改用翻佢个姓啊，直情系改，唔系用翻佢个名啊，就改咗一个嘅代表咗个瑞典嘅文，即系等于 Hong Kongese 咁样咧。Hong Kongese 就大家知道而家讲紧香港人啦，系呢个牛津新字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而家Ibrahimovic 嗰个前边嗰个佢个名咧，系改咗即系。套用咗落个瑞典文度，系解掌管同埋操控咯。哦，真系即系踢波踢到代表国家就系呢一范咯，你明嘛？系啊，即系因为可能佢我唔知啊，因为你知道伊班莫而家喺巴黎圣日耳门系神嚟噶，神一样嘅存在噶嘛。咁你知道佢系代表住阿圣啊？佢在场就入波噶啦嘛。佢唔在场，巴圣调翻转你可以买对家噶嘛。系啊，冇错。咁所以佢就嗰边瑞典文里边咧就新增咗个 terms， 就系用伊巴希莫维前面嗰个 Eset 字头嗰个姓嗰个名，就代表操控同埋掌控咯。啊，新意思系啊，新意思。当你话讲呢个时就即系等于英文嘅 control， 咁就而瑞典文就可能嘅我唔知点读啊，就系 Satania 咁嘅意思咯。即系总之就多咗个瑞典字。Satan 啊嘛，佢个名好似系，我记得好似系，因为我冇详细去读佢嗰篇文，但系而家有咁嘅字咯。因为当年早有 WCCF database， 我好记得啲名系嘛。嗱，即系好简单，即系你即系王子华话斋，即系
改你个你用你个名去代表我哋个最重要嘅部分啦，何必咁你咪光宗耀祖咯，一样道理。等咁讲粗俗啲，大家明唔明白？明咩？即系讲到何必冇良名咯，系啦，即系等于，即系等于系咁样嘅，即系冇柒用你解梁振英咁，哇！咁梁振英真系巴闭啦，系咩？系啊，六八九就系得个七，你仲想点啊？真系嘅，即系 A V 人咁样，而家睇 A V 咧就一定系代表 A V 人，哇！你明？即系呢啲咁嘅代表性嘅词语咧。是大家即是你人有生之年都想即是如果有一日吃饭过即是那日有一日Louis 所谓台长是做了一样嘢好贡献呢个世界嘅。跟住用 Louis 代表乜乜乜。是哇、啊、或者用台我名代表乜乜乜。是啊咁我真係光宗耀祖囉。光宗耀祖。咁我名代表乜乜就唔使呀，因为我特登改嘅我英文名啦。咁但即是而家呢班冤枉真係劲到咁样，因为我都好赏心悦目嘅。因为我是祖云达斯迷嘛，由佢由踢亚即时去到祖云达斯，再转几重咁去到而家去到一对真系，唔系其实巴塞佢都啱踢噶，啊，只不过系真系嗰啲冇办法，因为佢冇位，掉翻转佢冇位坐啫，冇位佢冇位坐啫，系啊，佢真系冇位坐。四佬四佬得埋好噃 ，OK， 因为佢系真系你睇佢上即系第一季去到嘅时候。前十几场啊，场场有波噶，系啊，有波，系啊，超劲啊！佢基本上佢脚趾尾或者系眼尾眼角都有波啦，就有波噶啦，系啊，直头就如当年最当打嗰阵时候啊，细手一样，啊、眼即系背住个笼都入到波，系啊，你总之你个波喺佢范围里边，佢掂到就落到佢脚就得噶啦，唔使谂嘅，冇错啦，有少少力，好冇事啊 ，OK， 冇事冇事冇事。就系咁样咯，咁而家咪恭喜佢啦，咁而家个踢系巴黎圣日耳曼踢得好好啦，踢得好好之余，直头哇劲到系，我唔知系咪国际足协定欧洲足协定，唔知边度话发信叫圣日耳曼唔好俾佢踢咁多嘛，系啊，唔好俾佢踢太多啊，因为入太多波，入太多波嘛，闷搞闷场波嘛，话得我又入波，咁唔好睇噶，好得唔得到啊？入唔到啦，好嗰球顶唔顶到？顶到，好噃，阿伦靓仔阿伦，靓仔阿伦 ，OK。咁啊，而家吹下水，继续讲埋先啦。莫耶斯，有传，我哋嘅灯神，系啊，ESPN 今啱啱嘅报道嚟噶，系 ESPN 啱嘅报道话，高层考虑炒莫耶斯啊，系啊，最放弃嘅灯神啊，要而家先嚟放，而家先嚟考虑，最谂放弃，啊，真系顶你个肺，唔系咁，其实都开心嘅，因为对于唔系嗱，可能调翻转，啲高层发觉死啦，系即系仲靠阿灯神。买盘发觉出事，系嘛？咪于是就要收下手噶啦，有收下手啊，要踢佢出去。唔系唔可以太假啊，做到咪系咯，大佬对利物浦可以输三倍十二码，系啊，几场波即系一个唔入啫，大佬假到咧。我嗰日喺 Facebook 见到 po 嗰张相，我都笑出嚟。po 嗰张相系咩咧？唔系莫耶斯，系阿费爵。费咗睇有睇啊嗰场，费咗有睇，之余系个 caption 写嘛，输三个十二码，我未试过。唔系咩？费咗爷喺度嘅时候咧，佢就系人哋输俾佢啊，成日试嘅。系咯，系我输十，落曼联输三个十二码，我未试过啊。系咯，唔系啊，费咗爷嘅年代就系只有你哋输三个十二码俾我啫。OK， 哇，真系破纪录啊，真系。话有游飞机 ，OK， 唔系诶。当然啦，我哋唔系慢迷，咁亦都唔系要挑起，而家要好保守，因为就算我系慢迷都好，我都觉得，喂，有冇搞错咯？即系搞错啦。即系就如嗱，上次 BFV 咁，有班打喺 chat room 嘈咁，嗱，点解我哋夹呢个阿仙奴？喂，我咁多年啊，下几迷我都觉得唔老礼啦，云佳云得。即系带队波搞到咁样样，系唔系？咁而家曼迷系处于一个十分之震怒嘅状态啊！唔好刺激佢神经。即系所以讲，而家嘅曼迷就如我哋咁多年来嘅亚迷咯。跟住咪啲人咪就话咯，系啊，啲、啊、人就话啦，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啊！所以咪话我得搞笑。哎、I know you feel, I know you feel bad 啦，系咪先？唔系咁你嗰场真系好夸张啊！首先我哋唔好计维迪嗰球先，我哋唔好计维迪嗰球，即系究竟唔系？插水就梗噶啦，即系我唔好计输唔输嗰球先。咁你输唔输嗰球之前已经输咗两球啦。你已经输紧啦嘛，佢哥，你劣势噶啦嘛。系啊，咁冇办法啦。咁你咁莫唔系咁利物浦都撑阿莫耶斯噶。
系咪先 ？Morris， you are genius， 辛苦晒啦，莫老师咁啊 ！Please keep going， 即系一定要继续撑落去。系有你喺度，我哋有波嘢。冇错，有你喺度，我哋就有希望啦。系咯，就系咁啫嘛。对住其即系难听啲讲，玩阿费着咁多年，即系清白咁多年，恶咗咁多年。嗯，你差极，就算差极都好，你都系四头四嘅曼联。今时今日同你讲头八都唔知 keep 唔 keep 到。咪大家仲风凉啊，系咪先？加油啦，望一望降班添啦。今晚就难啲，系咪再一场啊？台长，系啊，咁啊继续踢啦。嗱，咁啊好啊，分享翻我哋分享翻嗰、那个，唔好讲咁多波，因为我哋想开个广播频道嘛。系啦系啦，我哋咪热身下先，热下身先啦。热身先啦，睇下大家反应先啦，水质都唔见啦。唔系，我哋希望系我哋广播频道系做得好啲嘅，我哋要有晒片啊，有晒成咁样噶，一定要。我哋要挑战过个夺琴。系啊，冇错，一定要。双倍喎、哦，系睇下呢场有冇有啲好嘢啦。系嗱，唔系啊，因为咧，我哋既然要做咧，我就唔想做到好简单，净系啊，即系嗱，我哋唔系话卖 radio 嗰啲做得唔好，系、但系你话即系如果斋 up 嘅时候咧，真系冇咁啲互动性噶嘛。咁有时我哋可能嗱、啊，可能我哋 cap 本地嗰啲嘅嗰啲 clips 或者本地嗰啲 video， 可能有版权问题嘅。咁我哋咪 cap 中国网嗰啲咯，即系我哋希望广场波系有翻啲preview 或者有翻啲即系有翻啲嘢俾大家睇下嘅。哇，咁都唔入笼啊，系咯，咁都唔入笼。顶到，诶，嗱，系佢顶噶，唔系我顶，佢顶噶。再嚟啦，诶，三球，再嚟一球啦，顶唔顶到？四球，顶到，哇，降笼喎、啊。钢之卡斯达斯喎，练成咗噶咯，果然系 special match 啊，都唔系卡斯达斯啊，狮子斯尼嚟嘅呢个，唔系即系话即系钢之卡斯达斯，卡斯达斯都未出，系嘛，诶，要练成一个钢笼系需要牺牲四个雪糕桶后卫嘅，一来啦、啊，二来，但系调翻转呢嘢 game 就好简单嘅，佢只要计条数话你听唔入就得噶啦。系你嗰个攻势唔入，就你做乜都唔会入。唉，唔好咁灰啦，系咪先？大家都知道系数据嚟啫 ，enjoy 下咯。计数啫，计数，计数，计数条，即系计咗条数出嚟，你唔信超咪唔信，你只能够以牛咬咯。你都好符啊！佢猜到你好劲、啊，系噶，系咁弹、啊，弹晒跟住爆佢咯。系啊，跟住就呢脚入啦，应该。跟住咪烂嚟啦，哎，接咗，好喎，有阵时神经，你系咪贝图华迪斯啊？系，继续系 V V， 神经都继续系 V V， 都发神经啊！即系嗱，调翻转上次十一抽我抽到只祖亚特啊嘛，系啊，我未得闲练，未得闲练，咁啲唔紧要啦，祖亚特 S 啊嘛，唔系 Speed 啊嘛，系嘛，系祖亚特 Speed， 嗯，其实都唔明白点解祖亚特系 Speed 嘅，奇怪，系咯，唔系啲属性系好奇怪嘅，识得，即系而且大家都成日不时提啊，某某明明写个 Speed， 但系个技系其他，系啊，冇错，系踢啊 Power 啊嗰啲咧，系啊，唔系，其实系好事嚟嘅，佢俾你多啲配搭啫嘛，唔系多唔多啲配搭唔紧要，其实好多时系嗱云 P 个 case 系咁啦，嗯，云 P 嗱电脑队最初你见到喺曼联嗰阵时，嗯，佢抛嘅，系，而家边度踢？佢出俾你个下边度踢？结果连队曼联都变咗踢啦，嗰队曼联系嘛，跟住同你讲啦，我哋呢啲系市工参考嘅啫，系咯，即系因为始终佢呢个 setting 系可以喺背后去 program 自己 set 啊，嗯，佢有时改咗呢个唔记得改第二个咪咁咯，系嘛，即系唔对口啊，唔对口型咯啲嘢，唔对口型又唔对封面，好惨啊，成日唔对封面，最明显就系阿云佩斯呢次啊嘛，当然阿成真义呢次都试过啦，咁就改咗啦，好吧。成章嘢一出街嗰招，即系嗰晚半夜派第一隻成章嘢就已经被人话啊嘛，点解唔同咗嘅？个 skill 嗰个属性同佢本身个属性唔啱嘅，系嘛？佢晏昼就改翻啦嘛，咁咪好咯，发现得快啊嘛。但系点翻转，喂，其他又唔点改？佢即系话俾你听，佢哋啱咯，系咪咁？系咪咁潜台词啊？可能啊，摩迪系 speed 啊嘛，而家见到，但系佢招技系踢噶嘛。其实摩迪应该系踢嘅，其实应该踢嘅，成件事都应该踢嘅。佢应该踢嘅，摩迪佢真系踢人嚟噶嘛。系啲用脚噶嘛。啊，几好波嚟噶，佢又唔系跑得快。系咯，不过系解释唔到点解系成日要输梅干咁啊，嘴面嘴口。呢边好啲，呢边冇咁输梅干。唔系，但系佢真人都其实都成日揦埋一嚿噶嘛。好多烦恼嘅佢系摩迪个样系好懊恼嘅，
系啊，澳佬真理教人嚟啲。摩迪即系见真摩迪咧，佢踢波系好潇洒，但系硬系见到佢样嘅时候咧，就觉得啊，你咪好捻住块面，你咪好多嘢心，好多心事啊。小丸子又有心事，我哋即系好多心事，有咩分享嚟听下啦？咁样，哎呀，我哋应该攞嚟个样讲笑嘅。OK， 诶，讲得好，话嚟话先。好啦，兜唔兜到啊？兜到顶顶到，顶到去输啦，你对呢队系几多啊？第一队嚟噶系嘛？啊，呢队都系头嘅，头嚟噶，头队嚟。唔紧要啦，三千一话晒咁入波正路啊，入球波，O K， 更何况着住咧 special match 咁话咗都难踢噶啦，弹俾佢，诶，射，兜到，哎呀，做一脚，乃莫斯嚟嘅，唔系前锋冇 A 款，吓，搞到上咩？诶，真系我仲未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唔系，啲后卫上去帮拖呢个问题，你明白 ，Ramos 系 Fly me to the moon。嗰啲嚟噶嘛？系当然啦，佢系当自己前锋噶，当咯，系啊，当咯。唔系我，咁你唔系啊嘛，大佬啊。我觉得大家都如果系皇马迷会同意嘅，得啊，因为我成日会冲上噶，明噶啦，明噶啦，明噶啦，睇开马，睇开皇马就知啦，睇开皇马迷就知啦，得我原谅佢啦。系，连比都老窝啦，冇人唔得。系啊，有冇埋过一点啊，台长？嗯，有冇埋过一点啊？未埋。仲未埋，等佢嗱呢场真系又要同呢个官方讲咗好耐噶咯，仲未十分钟咪埋咁样嘅。其一而系好多时咧，其实大家有留意翻系每次踢完波咧，佢个钟都会升多升一次嘅，变咗系会有时差嘅。啊，系咯，我哋明明踢咗好耐噶，先十分钟咩？我哋踢咗三场噶啦，过咗十分钟噶啦，佢先至而家先至计得翻俾我。哎，咁我哋踢埋嗱金券，好嘢，好嘢，落错堂嘅金券，好嘢，其实六千蚊。好啦，咁就你踢，我哋踢多次金波，跟住就十唔十年抽到啊？友情得唔得？有情有，有情有，有情有吓，咁啊台长嗱，咁我尽量同大家争取，睇下台长会唔会十金波啦。咁佢如果佢老人家唔中意都冇办法 ，OK。换翻先，系啊，等佢踢多场，睇下掂咗金波先。啲咁顺畅啊，跌金波换翻队踢先。系噶啦，如果呢度唔跌金波嘅话，就十年抽 OK。哦，都得嘅，都得嘅。如果要跌金波嘅话，就两个十年抽 OK。嗱，呢哇屈机啊呢啲。仲开个电脑，好嚟啦，好，唔系咁，等台长决定啦，台长话事啦，金波台长嘅 ，OK， 咁啊，睇睇会唔会跌到，台长而家争一个，争两个嘛，争两个，争系啦 ，OK，、嗯、有冇推阿婆出噶？冇 ，OK， 咁得啦，嗯，寻晚揼完过嚟啫，揼瓜咁开心。辛苦啊嘛，豪豪情再计啊！我中意揼正骨嘅，豪情三 D 喎、啊，入过啦，佢埋尾又有少少沥沥地啊，嗯，一时时啦，一时时啊，好啦，唔紧要啦，而家沥紧个画面，睇下会唔会断线啦，咁啊，继续啦，还好，已经入咗波，入咗波，好啦，但系而家已经 slow motion 紧咯，咩嘢？窒啦窒啦窒啦，冇计，始终窒嘅咧，成日都窒，个 software 问题，好嚟啦，跟住。诶，官方解释咗你 software 问题冇得教。边个？你讲系我哋 AirPlay 嘅问题？系 reflector 嘅问题。reflector 嘅问题。咁搞笑嘅，我哋 BFB 都冇咁嘅情况。咁嗱，调翻转计，即系始终呢边咧，佢个咁多动，你见到咁多动作啊，佢个嗰个 real time 嘅 loading frequency 系啦，比较大，同 BFB 比。好喎，哇，够喎，你有运，跟住射，哇，飞机。跟住射斜，嗱讲起射斜咧，嗱我呢排攞咗只攞只成章二嚟用啦，咁啊我头先都提过我只沙维斯维仲系五星，但系一 level 一啦，未升啦，咁佢发现啲咩情况咧？因为数值太弱啊，哇咁都入到好波，数值太弱啊，试过咧入到禁区，然之后同我射斜咯，射斜入到小禁区射斜，我系。对住空笼，对住空笼喎，跟都还住一样。呢个系习以为常啊，大家。冇错。要睇玩真嘅 game 就要知道有咁嘅事发生。所以有时啲班打话，喂，都唔使特登练啦，咁嗰只，但系，喂，你唔练真系冇力嘅话，都系会输啦，即系都系会太 Q 啦啲波。有冇搞错？你竟然入个波？咁俾多个波你。压胜咯，你咪我都想你压胜咯，我都想试过好多次，佢咁样入完一球，跟住就唔俾我压胜。唔紧要，留咗五分钟，兜埋啦。好啦，水本一个兜佢咯 ，pass。使讲，兜佢啦。
兜佢，哎呀，点解唔兜佢啊，刘总？断缆，断缆。我谂住扭埋嗰件先啊嘛，你爆咗啦嘛，中场兜佢一日咯，唔系噶，兜完真仲要龙门扑到咧，又因为你系冇用，嚟啦，唔好理啦，你啦，争取时间啊，台长嚟啦，我惊你唔够时间压声啊，有几啊，而家啱先学半场开波，哇，波系圆噶嘛，好嘛，哇，劲啊，靓仔靓仔，水管靓仔，啊，阿士啊，究竟会唔会跌金波呢？诶，台长嗰个 chat room 讲咩啊？车我唔睇下先啦，冇乜关注啊！一直都觉得互动太少，喺度留言由头到尾冇反应，咁其实都唔使睇直播，睇录音都 OK。嗯，哦，咁系，得闲理你啊，有时候唔系咁，你讲嘢咪你唔系咁。首先因为人少嘛，二来真嘅真嘅，相对喺 BFB 咧，呢今即系礼拜二，大家喺 check room 啲反应都比较慢，就啲比较少嘅，咁变咗我宁愿专心踢波过啦。啊，咪咁佢活动少啊，真嘅。系咪咧？我哋点似一 BFB 咁精彩啊？唔系二来嗱，因为始终你头先都好提过啦，即系 A 军 work 嘅嘢，咁 B 军未必 work。系啊，变咗好多时啲战术啊，或者一啲setting 上，你变咗冇得话特登去又开个题目去提去讲啊。啱嘅，跟住再跟好啦。所以即系有巴打之前拍过片啦，即系录过片话点样用呢个战术啦。亦都有巴打问我。嗱、哦，唔中，亦都有巴打问过，可唔可以喺真系揾一集嚟讲战术啦？嗯，其实嗱，讲战术嗰四个掣咧，我都仲要研究紧，因为其实而家发觉系，每次 version 改咧都有少少分别啦。嗯，我都仲系摸索当中啊。O、okay, K， 都要啲时间嘅。你等台长搞搞佢啦。嗯，好啦，咁啊嚟啦，咁啊今日我哋究竟系抽咩咧，台长？喂仔先，喂仔啊。唔系，因为其实而家听得直播嘅咧，通常都系咁啱喺屋企嘅 fans 嚟嘅，我相信。当然啦，系啦。咁就如果佢只 game 多啲嘢讲或者多啲嘢玩，其实我哋都系几欢迎嘅。咁你但系咁咪当开个网台出去听下吹水咁样咯。啊，冇个门先啦。系啦，嚟紧亦都会我哋 JHK 会有其他 game 啦。咁就可能呢只 game 如果大家唔中意我哋讲第二只 game 啦，系咪？好简单嘅啫嘛。好啦，嚟啦。有冇位先？睇翻有冇位先。你系谂住金波定友情啊？咁冇位，要加位。好啦，加咗位先。好啦，终于去到一百个位啦，加到。好啦，突破咗啦，心理关口啦。唔错。咁你系金波定友情啫？咁你金波定友情啫？马月。金波定友情？友情。哦，友情好。十八抽喺度。睇下用下先啦。好啊，嚟啊，咁啊抽咗十年友情先啦。咁睇下今日台长会唔会抽到传说中嘅友情四星啦。我未试过真系，我都未试过。好，来咯。好啦，2000磅，去咗佢。噔噔噔，好啦，呢个一如以往啦，六六唔使理佢噶啦嘅戏啦。好啦，系唔使理佢啦。好，第一脚八波。OK。卢卡斯皮亚桑。OK。第二脚艾迪艾达啦。诶。人波好嘢喎，咁都有隻三星代友喎。啊，台长近排去完日本翻嚟，都俾你喺日本系咪扶咗阿婆过马路咧？我都想见唔到阿婆 ，sorry。扶啲女过马路啊？哦，更加想，更加想，又系见唔到啊？哇，咩事？唔紧要啊，你都有个三星咯，一个银波之后系咁八波啊？一二星都有，两星都好，都唔错。啊，传说中嘅四星冇啦，好啦，那时啦。好啦，好，我请埋攞埋个一千方先，整埋先啦。有好，回一个补补声。咩嚟只？华露娜，华露娜，冇错啊，系华露娜。呢个叫马赛，马赛的。哦 ，OK。系。跟住咧，跟住帕尔马嘅高比。诶，呢啲都系变成材料噶啦。唔系噶，有啲有即系唔好话变成，唔好话变成食材嘅，即系你都会睇下人流嘅，有啲人系嘛？好啦，唔紧要啦。好，台长讲埋 chat room last 嗰个系咩啊？今日差唔多啦。last 会想问会用特满沙维定特满鬼头踢右中？我两个都唔会踢右中，点解咧？鬼头真嘅，我开俾你啦。有冇喺度啊？我有鬼头。咁攞啲鬼头出嚟啊！答完噶啦，今日。嗱，见到啦，我呢而家呢队就用紧只鬼头嘅，就做中间。其实虽嗱，你揿翻出嚟一望，编程先系竟然见到。
嗱，佢直头唔喺范围嘅。嗯，佢范围系右闸嘛，啊、右闸同右中场嘛。系啊，因为我有嗱，点解我有中场有立浪啊？嗯，我有立浪喺度啊，变咗我唔会揾佢做右中场先啦。嗯，就算我右闸嗱，右闸我有内田。嗯，变咗我未必会真系去。如果我完全踢一队日本人队咧，我有人拣啊。但你有你右闸嚟嘅都唔系好闸啫，你都系偏中嘅。佢偏你而家呢个位呢、這个位置系偏中啦，但系本身阿内田佢个佢自己系右闸噶嘛。佢右闸之余，佢咁样摆都好咧，佢会做到右闸要做嘅嘢。啱啊，变咗我唔会特登话摆只鬼头过去咯。嗯，明白。鬼头反而系我，因为我呢边冇真系中间或者右闸咧，我会咁样摆过嚟。嗯，所以即系喺范围外啊。嗯，但系其实踢咗几场都发觉，其实仲会做到嘢，咁样咯。明白晒，所以你系点都唔会摆个右呢两只点都唔建议噶啦。嗯，除非你冇人拣咯。哦，除非你真系冇立浪，或者甚至你成个右边都冇人嘅，冇一啲用得嘅踢人嘅，咁你冇计啦，系咪 ？OK， 咁啊，希望帮到你位巴达啦。不过嗱，而沙维斯域啦，沙维斯域特满咧，我未特满啦一来。而沙维斯维调翻转，你睇翻佢其实个最好位置咧，我拣翻队波先。你有沙维斯维咩？有，我有拣翻周围呢条嗰个先。咁咧啊，佢其实佢个位置系正中个正攻中嚟嘅。佢攻中位同埋前锋或者两翼，但系佢攻中位最好嘅时候，你除非话好似有阿平重啊，有阿本田嗰啲，你有啲正式嘅，真系正常常嘅去攻中，正攻中系啦，就可以话佢会用佢去摆其他位，但系又或者除非你话想踢双攻中啦，系咯，咁咧。佢摆右唔系唔得嘅，不过相对弱啲。嗯，除非你冇又系冇得拣咯。明白，即系好简单嘅啫。佢同你同 BFB 一样，你嗰个位置本身有冇人俾你选择啫嘛。嗯，你冇得选择，咪唯有都系摆过去嘅啫。啱、嗯、啊。譬如我阿袁咁呢啲，佢喂我而家咁样，其实嗱阿巴里，即系唔系皇马个巴里啊。嗯。佢本身都系踢一啲偏翻向。左边嘅位噶，佢虽则系有一个防中，系咁我都摆佢偏左噶，啱啱见到，因为中间偏左你有人拣啊嘛，可能嗰位巴打就冇人拣咯。二来你见佢有 cover 都，佢 cover 到去后卫都好，我后卫有人啊嘛，嗯、我后边有闸啊嘛，嗯、变咗我唔使特登摆过去咯，除非真系你冇得拣，或者你唔想特登去，即系你嗱，尤其呢排个，因为头先提过呢个扭蛋去扭后卫啊嘛，有特登扭后卫。你可以搏一搏，你扭揾啲后卫去顶咗个闸位先。嗯。咁头先有鬼头或者沙维斯个 case 咪可以摆翻上中做中场咯。O、okay, K、嗯。咁我同意嘅，因为我系纯粹跟红色摆嘅啫。系啊，最红色系最容易谂就系跟红色摆，系啦。当然最多就系可能搭一搭界，可能前少少踩界咯，踩界咁，但系都唔会偏离佢个位置咯，除非真系冇得选择嘅啫。一来冇得选择，二来真嘅，你摆得落嚟咧，就劳烦真系养翻几个 level 都好。我呢只 level 一咧，我系试过唔少。诶，咁你试过唔少，唔系话攻唔系话入唔到波啊？嗯，踢到半场都未完就冇气啊。O、okay, K，因为好多，因为佢始终呢个攻中。其实呢个唔系攻中，我摆呢个唔系正攻中位，呢、这个系叫做 shadow striker 位嚟噶嘛。明白。影子前锋嘛，影子前锋喺呢只今有个特性咧，我咁样摆法咧，就好多时会接波，接咩波咧？接两边前锋啄翻入嚟嘅波。哦。譬如阿鬼茂同阿沙拉维啄翻入嚟嘅波，好多时系佢落佢脚噶。明白晒。变咗佢成日垫波嘅时候咧，好易冇气嘅其实。诶，咁呢个要留意一下咯，大家。系啊，罗方，嗱，而家其实都有啲固定阵法啦。咁听你讲，佢就算五星 level 一 ，stamina 都系200都冇，佢体力冇200。我了解，但系你因为半场就已经借噶啦。咁但系台长，其实听你咁讲，其实有啲系固定阵法，有啲阵法系会做到某啲嘢噶。系噶。系嘛？诶，值得开个台讲啊，会唔会啊？唔紧要，研究下先。研究下先啦，因为其实都几相对翻BFB 其实复杂啲嘅呢边。系嘛？系因为你就算话真系你咁样摆阵都好，其实未必话真系可能头先提过啫。阿鬼茂或者沙拉维啄波会落阿沙维斯维脚啫，未必次次系噶嘛。嗯，可能会落咗阿平重脚啊，可能落咗其他人脚噶嘛。啱、嗯，或者甚至啄咗出嚟，如果俾人解围，即系个狠点讲，佢
呢个公势构成之下，所出现嘅情况未必次次一样啊。O、okay, K， 所以你要再研究一下先。呢、啊、个佢个变化会比较多，变咗系真系要再深入啲研究先知。O、okay, K， 明白晒。好，诶，有个突发新闻。有几？啊，王维基喺高登落留咗个 post。诶，大家好，我是王维基，嗱，快啲睇上高登睇。O、okay、K， 啊，我冇上高登唔知啊。高登唔知啊，冇高登唔知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明天 B F B。咁就嗱嚟緊呢 ,Jab HK 呢，咁如果大家我哋希望世界球会继续做啦，係咪先。咁、嗯、但嚟緊我哋会有其他 program 嘅，我哋希望一起打下机嘅。咁、嗯、讲真一起打下机真係见样打机嗰啲喎。跟住。样㗎啦。係啦，跟住如果大家有兴趣做一个打机团队嘅话呢，大家可以留意之后我哋 Dining Icon 同埋 Jab HK 嘅呢个公告。OK? 咁就希望我哋一起打机一起开心啲啦，如果唔系喺屋企淨係打飛機咩，係咪先。OK? 好。是咁样㗎啦，冇办法㗎啦，系半㗎啦，对唔住囉。好，下个礼拜 ,Jab HK 继续世界球会。拜拜。拜拜。